谣言啊，能置人于死地，那是因为你心胸不够宽。你比如我们民国时期的，大电影明星啊，阮玲玉之死就是谣言搞死的，啊，就给他造谣啊，造谣无非就是谁和谁忠，谁和谁不忠，谁和谁上了床，就这点破事是不是？最后阮玲玉，这个写下了“人言可畏”，然、啊、后就就走了啊，就走了，呃，以自杀这种形式。 表示对社会的抗争，我觉得今天确实没必要啊！这事儿呢，过去多少年了？过去得有八十年了啊，就是民国时期。阮玲玉现在呢，是因为有有有电影可看啊。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史的话啊，你可以看看他当年都演过什么片子啊。长得小鼻子小眼儿那么一演员啊。那么谣言对每个人来说呢，他承受力不一样，有的人特别能承受啊，有的人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怎么办呢？要不然就哭哭啼啼，要不然就死一死了之。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造谣就杀伤力最大的，就是说谁和谁睡觉了，对不对？这种造谣呢，尤其对女的伤害特别大。那个年月啊，今天不是啊，今天哎呀，今天这女的不怕说这事儿。过去女的一说这女的跟谁啊上床睡觉了，后果是有可能嫁不出去，对不对？ 过去，这女的啊，跟过多的人，那时候过多跟今天这过多还不能比啊，跟人有关系了啊，这叫破鞋挂着那个破鞋游街。你们今天是没有看到，我小时候看到对人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今天我们相对来说，每个人对自己呢，相对都还有一个这个。 自我把控的能力，社会对每个人来说相对，呃，我们过去的那个那段历史呢，要改善很多啊，要有很，就现在的人比过去人相对，你比如我们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事儿啊，你比如抢盐，对吧？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出事儿就抢盐，非典时期抢盐，这个日本福岛这个核电站泄漏抢盐。 那为什么抢盐呢？啊，就说这盐能怎么着呢？啊，把这盐吹得神乎其神啊，能够抗辐射。我简直就不能想象盐怎么能抗辐射。盐要能抗辐射，那核武器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对吧？所以每次当比较大的社会事件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 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被某些人利用，或者说被公众一层一层的渲染，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谣言。这个谣言就导致社会抢购盐啊，甚至有人买一人买一卡车盐，那疯了吧？啊，所以，我们对社会这种谣言呢，得有辨识。兄弟，你轻点啊，嗯，那上面的问题不大，那是一块石头。 嗯，下去了、嗯。那么除了这种非典时期啊抢盐呐、啊、抢还有抢板蓝根呐、啊、等等啊这些事情呢，这个以外啊，当然这些抢购的事情有可能是商家故意炒作啊、造谣让你消费。很多人啊，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赚你一道而已。 你比如啊，这种事情古代就有。我们明清时期啊，你知道中国瓷器，西方人很多人不理解这东西为什么能烧得那么白、那么漂亮、那么好用。最初欧洲人曾经认为我们这瓷器都是拿贝壳烧的啊。这个，嗯，这个，哎呀，我们的宋球球跟内建鎏金虎啊，哎呀，关系很好啊。你们看一看，这都是我们。 拍摄中希望啊发生的事情，嗯，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东西碰下来，因为猫的动作很轻。他觉得这个怪物啊跟他有点接近啊，那是他徒弟，嗯，所以他跟他很亲。嗯，那么当年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的时候呢，欧洲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得很贵呢，也把中国瓷器吹得神乎其神啊。 有的欧洲人认为说这东西能解毒，你把毒液倒进去，它立刻就没毒了，就能喝了。你说这不是害害人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钱比黄金甚至还贵。在今天的社会和在古代的社会都会发现，谣言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传得特别快，传播的快。为什么谣言传播比比那个正经话传播的快呢？是因为大部分谣言人们没法判断。 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不是事实，而相信有利于自己心理的判断，或者说它有利于自己内心的积怨的释放。所以，阴暗面的谣言就特别容易传播。我们社会中就是啊，就是过去说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意思。凡是负面的，特别容易传得特别广，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信息系统呢堵塞，堵塞，所以谣言的逻辑呢，它有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所以它满足了很多人内心的一种担忧，这是谣言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它谣言也会利用文化情绪，比如仇富啊，这是一种情绪啊，仇富。 他觉得他凭什么有钱，我凭什么没钱？那人小时候跟我还是同学呢，所以造一些谣啊。那么，再有呢是利用谣言啊，利用谣言啊。我们说的有的谣言是比较正面的啊，你比如说古代啊，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天降祥瑞”啊，皇帝一登基，天降祥瑞；要不然就是乱世出谣言啊，这都成为一种定律。 古代乱世的时候，百姓都希望啊早点脱离苦海，所以都等待着啊这个某些事物出现。所以这百姓都有一些预感。你像陈胜吴广起义，这是写进我们教学课本的吧？哎，当年就是啊这个陈胜吴广啊，在这个被征发前往渔阳的这个路上呢。 遇大雨被困住了啊，道路又不通。这时候你按照当时的法律，你迟到、你晚到是要杀头的，那就是说怎么都是个死，所以只好去起义，揭竿而起。那么这时候你揭竿而起，你就要有一些啊舆论手段。这种舆论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叫编排出来。我们如果把谣言在此时看作是。 既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它是一个中性词汇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他造谣是有用的。所以这帛书上呢，用丝绸写在上面，写仨字儿“陈胜王”，塞在鱼肚子里啊。别人打鱼上来时候一打开，说这是天意。这个我们今天觉得这都是小儿科啊，可是当时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以这种不胫而走的这种舆论，迅速就会传播开，这是符合公众内心的这种。 期盼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在生活中碰到的所有的这种信息，我们先不说是不是谣言，要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啊、嗯，这种判断对你生存是有好处的。我们老说啊，不传谣啊，不信谣，不传谣。但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谣言呢？你要用你生活中的经验对它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你比如我们生活中啊。 有一阵子老碰到一个叫世界末日论啊，世界末日说啊，都说准确的说哪天哪天就世界末日来了。为什么这个世界末日的这种谣言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呢？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诺亚方舟这么一说。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已经有三千年了，三千年以来关于世界末日的这个。 甭管是谣言还是话题，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对吧？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二零零九年拍了一部影片，这这部影片叫《二零一二》啊。世界末日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啊，叫幺二二一啊，世界末日就要到来。这天已经过去五年了吧？大家啥感受？有没有也把那天都忘了吧？ 可是当时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啊，有的人把家产卖掉，赶紧趁这个，呃，剩下这日子好好玩，好好花。结果过了那天，财产也没了，末日也没来。我小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流传了一段时间的一个，你说它谣言也不一定是谣言啊，就是打鸡血往人体里打鸡血，你今天想都特可怕。 抱一大公鸡，从那公鸡身上抽了血，直接就打你血管里，然后说这人就特精神了。你怎么精神，你也不能如一个公鸡精神嘛、啊。那公鸡早上起来多精神啊！你要人打完鸡血成这样，还真麻烦。但这鸡血呢，我就至今不明白啊，它有什么道理？这动物的血，这鸡血毕竟不是人血，它怎么能打在人身上呢？人和人之间不化验血型都不能打血，都不能输血啊！一输血，产生生命危险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液啊，大血型四个 O 型的、A 型的、B 型的、AB 型的。最老的血液是什么呢？是 O 型的啊，有四五四五万年的历史。这个 A 型血出现呢，大概是在两万七千年前，A 型血就形成了啊。那 B 型血呢，跟 A 型血的这个产生的时间呢，差个一万多年啊，一万多年前后接的。 那么 AB 型血呢？距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 A 型血和 B 型血演化出来的。如果你知道血型的这个演进的过程，你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 O 型血是万能输血者，而 AB 型血的人呢是万能受血者的。就是因为 O 型血发展出来了 A 型、B 型和 AB 型，它血型是这么发展下来的，所以上面的血型可以往下任意输血。 这是我们对血液的一个小知识，但你说这动物的血打在人身上你不害怕？我今天想起来，那时候人都疯了吧，排着队抱着大公鸡去打这打鸡血，所以你说它是谣言吧？我现在也不知道啊，这这个我觉得准有这个医学专家能帮我们解释人身上为什么能注入动物的血，啊，而我们自己的血型如果不匹配都不敢随便去输血，我们其实。 啊、呃，有很多谣言呢，也可能是善意的啊。比如我们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谣言，就说在月球上能看到长城啊，小学课本也这么写啊。阿波罗啊，这个宇航员呢说呢，从月球上根本就看不到长城。呃，据说杨利伟这个从太空返回地面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他说：“你看见了长城长城了吗？”杨利伟说：“没有，看不到。”啊，你像长城。 为了包子也没多宽，是吧？你从这个那么老远的距离去看，这长城连条线都不是，你根本就看不见啊！所以，我们想哈、啊，这种你说它是谣言也好，说它是一个误传也好，它最初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们当然从感情上啊。 愿意说，从遥远的太空依然能看到人类这个伟大的工程，但是你从科学角度上，你去想，那长城那么老远看，那不就连条线都不抵吗？就是没了，看不见。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看见的。我说了半天谣言啊，我为什么说这谣言呢？是因为有人造谣，所以我就对这谣言呢感兴趣。 这窑怎么造的呢？因为好多人发给我看过啊。就是说呢，我呀，原来也没钱，嗯、搞古董呢，这玩意儿得花钱。你想，一古董多贵啊啊！说当年没钱呢，就说啊，王硕给我介绍了一富婆，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富婆。说这富婆呢，还在河北农村啊，然后呢？ 就是说，我就去找这富婆去了啊，让这女方的娘家人呢把我捆在树上三天三夜，连口水都没给喝。这家人够狠啊，不给我水喝。然后啊，被路过一放羊老汉啊把我给救了，把我给放了。嗯，从那以后我就发愤图强啊，然后刻苦钻研文物知识，成为了一代宗师。我也不知道他是造谣还是表表扬我。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版本。 那版本说我是上山沟里去了，啊，这版本是上了华北平原，另外一版本是我被绑在山里去了，绑在山里也绑了三天三夜啊。我反正不管在哪儿都肯定让人绑三天三夜。我看完这个啊，我我我确实不怎么生气啊。我先告诉你，我要被人绑住三天三夜，我还这么精神，那说明什么？说明我身体好，身体确实好。你绑一三天三夜试试。 而且永远碰着一放羊的老汉，这放羊的老汉，我听着怎么那么像神话呀？啊，然后那富婆，那富婆要是王母娘娘差不多了。哪河北农村，在我年轻的时候，哪来的富婆呀？我老说，我特别容易反驳这件事儿，我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富婆这东西。这社会有了富婆这东西啊，是这些年的事儿。 不要以为啊，年轻人要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就必须必定傍一富婆，没那事儿。呃，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啊，或者津津乐道呢？是因为他觉得啊，你钱哪儿来的呀？你不你不傍富婆，你哪来的钱去买古董啊？我先告诉你啊，我很多古董一开始没花啥钱。 我喜欢古董的时候，是有收藏文字记载的。这个有以来一千年以来文物最不值钱的时候，有时候那东西可以白拿。我都说过，啊，我有很多东西真不是买的，是人送我的。我喜欢，人说送给你拿走吧，这东西有啥用？一破罐子，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他送我了，所以最初没有花多少钱。那我喜欢的时候也不能说一点钱不花吧，那时候花钱就是哎几块钱、十几块、几十块啊。 你想想，真正瓷器变得有价值，就我感觉上了千的都是进入九十年代，整整八十年代的东西，几百块钱算，那你随便买官窑啊，今天几百万的那时候就几百块啊，差一万倍，所以你没赶上那段历史。就算你赶上那段历史，你不喜欢它，它也跟你擦肩而过。嗯、呃，造谣这事儿啊。 你当然一般人看啊，别人造你谣，你肯定很生气啊，因为每个人都爱惜羽毛嘛。你不希望，呃，就是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是一个这个正直的人，别人造你这种恶劣的谣，你心里很难过啊。其实呢，你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儿是非常正常。的。谣言本身对社会对人的伤害并不是很大，但是传播起来伤害就会很大。我们唰一个人销售好几十套房子。 亚军销售了三套，剩下人都是一套两套的。然后我说我就奇怪，我就问，我说这人怎么销售这么多房子？啊？旁边人给我拉一边说，跟人睡觉、嗯，造谣，嫉妒。我就说了他一句，我说啊，他这他,他,他这个明摆着是他有销售技巧。你这各种单位，就销售单位里都有一种销售冠军，有销售天才。 他绝对我说他睡觉睡不过来，这这客户太多呀，对不对？这客户还净女的呢，他跟谁睡觉去？他不是这个，他就是造谣啊！他也没有看到无中生有，这就是造谣的特点。那么你知道啊，在一个单位有人造你的谣啊，有时候比啊，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安慰你好啊。你比如说，有人一看，哎呀，说咱这事儿啊，不成了就不成了啊，咱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啊。